在这个里面呢，我们讲历史、讲文化、讲传统、讲 science。按的人来讲，这个排名很重要，但对我来讲，不是我的。道理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量找树把它种起来。但有了这个技术以后，就能够把人的下场很惨很惨。我觉得这个30年当中，很多人前赴，而且他有所靠，有所靠，不同的。然后我又。